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欢迎大家来欣赏今天小舞台的演出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欢迎一年一班的卓妍哲为我们带来小提琴的表演，他表演的曲目是《快乐颂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好，下一位要上台表演的是二年七班的刘奕晨，他带来曲目是《萨帕提亚多舞曲》，掌声欢迎。三年八班的谢威带来的曲目是《杰克与巨人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演出的是一年三班的潘培纯带来国标舞《恰恰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。Thank you.
来到冰冷的地方，就真的涂鸦，四个字太多，因为他说不出话。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国度，你所在之处，孤单都被征服。编织的招牌，错落的街上，一封封真实献给天空的情书。当街的冷清还慢慢满足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。时光消解，我想上辈子时光是教育过你。乡下的海报躺在南边的老阳台，当你心无牵挂，笔下的那一片海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莫吉托，我喜欢点的咖啡，顺着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它不用太多，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。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国度，你所在之处，孤单都被征服。编织的招牌，错落的街上，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。当街的热情还慢慢漫步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。掌声，谢谢裴淳精彩的表演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小舞台演出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